我玩什么？去游乐场吧。好。你们怎么了？那里。他们不让我们去游乐场玩。什么？球扔过来吗？哼，你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朋友从游乐场赶走了？那又怎么样？这里是公共场所，你们不能独占这里。今天开始我们就独占这里了，我们要练习。你们的练习场呢？练习场在施工呢。那你们去别的地方练习吧。不去，我们就喜欢这里，哪有你们这样的。哼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打一场棒球比赛，如果你们能打赢我们的话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我们可是很亲切的。好，如果我们打赢比赛，你们就离开这里。可以，伙伴们，下个星期这个时候进行比赛怎么样？好。能打赢他们吗？当然了。不要担心，对棒球我可是很在行的哦。哇，有你们在，我很放心。冰冰、保罗，不相信你们。我们先热热身。好。保罗，看球，不要闭上眼睛。好，我们重来一次。赢不了比赛会很丢脸，我们还是放弃比赛吧。什么？我们的游乐场就这样被别人占领吗？那怎么办？不能这样放弃。你都看到了，我们的实力太差了。我有好办法。帮帮龙。什么事情？是这样的，原来是这样。别担心，我们帮你。真的？我们只能在旁边指点你们，还得要靠你们自己，会很辛苦的。我们能做到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训练是吧？
棒球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继续说。保罗，我在球上面写了想要对你说的话，你不好奇吗？写什么啦？想知道的话，你自己看。球上面写了什么？你猜。好，再来。好可惜，本来能看得到的，你得要睁大眼睛。这次的球会很快的。你太过分了，乐天。好，再来。我跑不动了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但我早有准备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零食。你看看那里。哇，是零食。要不华磊怎么样？华磊。是这样吗？不是，重来。啊，那是这样吗？哎呦，哎，那是我该说的话。你在球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啊？你自己看吧。你能做到。怎样，做到了吧？按照约定，游乐场是你们的了。游乐场是属于我们大家的，也属于你们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随时都欢迎你们过来玩，我们做好朋友吧。